婉婉，知道知道。叶德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扶我进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别拉我。哎，不是，下头别人看着呢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你解释什么呀？我说没说过以后不许迟到？啊。你信不信你以后再迟到，我就打你女朋友一巴掌？不是，夏总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再说了，我哪有女朋友啊？我不喜欢软弱无力的女人。你犹豫了、啊？我不喜欢优柔寡断的女人。你别笑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。妈妈不让我跟傻子玩。有人。怎么天天就你们几个迟到？罚款200啊！200。那个夏总，我也迟到了。千德、啊，你怎么也迟到了？不是夏总，我迟到是有原因的。你什么原因啊？那个，我这不是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你了吗？我想多睡会儿，所以就没醒。讨厌，油嘴滑舌的，下不为例啊！哎呀，夏总，我也迟到了。那个，我昨天晚上也梦到你了。罚款500。我真没睡醒，我1000。杀！有人。你别笑，亲爱的啊，走，去我办公室。如约我们谈恋爱，心里话。